大家好，我是杰哥，今天带你们看一下中国甲胄。基本上从商开始，然后周，一直到秦汉啊，西汉、东汉，各种各样式，一直到这个魏晋时期啊，到这个隋唐、唐后期啊，一直到这个五代十国啊，各种的，然后两宋啊，然后金、辽这个蒙古。一直到这个藏甲啊，才到这个明清啊，就明清了。这里开始的比较这个老成一点的了啊，这个是契丹的啊，这个也是唐的啊，怎么样？是不是很刺激？